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？手像是女人的手，而且还有一股香水味。 先生，送餐。 经过这几番折腾，燕飞多少动心了。燕飞那个人他就是多疑，一开始不会相信你。不过呢，也就是因为他多疑，你这么一折腾啊，他早晚会动心思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是跟珍宝有关，燕飞都不会轻易放弃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哥，金哥，你没疯，是龙马他太狡猾了，您再用心都不为过呀。对呀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你提醒的对，我们再加派人手，盯紧那个战车组织的联络站。 想干什么？这是公开的在嘲弄我呀！一会儿白箱子，一会儿黑箱子，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！这……万一龙马真的在搞什么名堂，你大点声！我是说。 万一龙马真的在搞什么名堂，咱们怎么办？需要我去搜一下吗？你把箱子给我抬上来，抬上来啊！可万一里边有炸弹呢？炸弹？
你杀龙马费那么大的精力，就是要炸死我吗？你错了，他要杀我，不用花那么多的精力，明白吗？哦，那我去把箱子抬上来。你不要去，你让下人去做，让他们查完了之后向我汇报就完了吗？你傻呀？啊？万一那箱子里面有炸弹呢？